Hello， 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郭美玲。然后今天我们要来玩的就是《浪漫制造机》。然后现在我讲得很快，因为等下我要去跟我的外婆庆祝生日。然后 ，Yes。然后我现在有跟我的表妹和我的表弟。Hello。然后我今天我们要来玩《浪漫制造机 2》。嗯。然后刚刚我不懂什么意思，我靠不到 video。刚刚本来我是要玩Clash Royale， 只是。我 record 不到，然后我就突然想那个办法，然后我就忘记 record 到，然后就刚好进了Plants vs Zombies，所以我就拍Plants vs Zombies的 video， 所以那怎么样？无所谓。不走。我在讲那个不能用的东西。不用紧，不用紧，不用紧，没有声音啊。他做的呢？我们有第一个呀。啊？我不要管。我要玩这个，这个 hot 点 ，hot 点。这种真好。嗯。Yeah， let's play。啊？这个红色什么玩意儿？好像 Preston 的 fire logo。Preston 的 fire logo。我想要转过来一下。哎。已经三分钟 in of the video 了，我都没有做到。可以先放在这里。我这个，哎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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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，十个。我也有吧。发药屁我没有。发药屁有？我没有。吓到我！发药屁你们有？哎，我带香蕉了。我要去这里看一下这个。天哪！shovel 铲掉这个，铲掉这个，就可以铲掉这个东西。哎，收回去。放在哪里？还是要放我，还是放我东西？Okay, looking good, looking pretty good. Oh, where you are? Okay, sure. 那我刚过去没讲什么嘛？我们很久没有看英国展览展览了。这个我们每次玩都是很容易玩，很多很多东西偷。这样子可以吗？Let's go. Speeding up, speeding up and fail.
干掉这个。这排还有人。
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Gen Zombie Time. Kaboom.